上個禮拜我做了一樣新的事，就是我在想緊廣東話的願榮光歸香港，我自己怎樣可以演繹得好一點。因為英文的 Glory to Hong Kong 我就填了自己的歌詞，但是我自問我的中文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y，我的中文有限 Chinese Limited Company 在一個有限的中文的知識的程度之下，我怎樣可以再 improve 少少願榮光歸香港的廣東話的版本呢？那多謝你，我其中有一個朋友給了一個 feedback 我，就是他告訴我聽他自己請原諒我咳。我的朋友話俾我聽，佢聽到我喺加拿大大大聲聲地自由地去唱《願榮光歸香港》。啊！佢聽到我唱嗰陣時，佢覺得好暢快、好舒服，因為佢自己身處緊喺一個環境係冇自由同民主，佢係不能夠唱《願榮光歸香港》。或者他洗澡的時候在個 shower 就可以唱，在他屋企自己就可以唱，但是他走出街他不能唱，亦不能遊行，亦不能示威，亦不能夠去悼念啱啱過去了的六四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的三十五週年的悼念，他不能夠在他自己的現在的城市裏面做。但是他通過我聽到我去大大聲聲地唱《願榮光歸香港》，他覺得很暢快，他覺得發洩了他自己的憤怒，對習近平的憤怒。我聽了之後我覺得很開心。如果你現在看直播或者看我這個 video 的 YouTube 的朋友，如果你同樣地是身處在一個自由和民主的城市，因為你移民離開了香港，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譬如加拿大，跟我一樣在多倫多，或者在 Vancouver， 或者在 Edmonton， 或者在 Calgary， 或者在 Manitoba， 或者你在美國，或者你在英國，或者你在澳洲，或者你在任何一個地球上有民主和自由的地方，我鼓勵你大大聲聲地去唱願榮光歸香港。我鼓勵你好像在以往的過去了的2024年6月1日，好像我這樣在 Mel Lastman Square 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喊到我今日2024年6月9日了，過了整個禮拜都依然在咳緊，但是我都堅持在唱歌，因為我的自由和民主是很多人付出了的代價，流了很多血。而在多倫多大學聖 George Campus Hard House 我後面這個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的紀念碑，就是去 remind 你和我有很多學生和大人在八九六四當日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而如果你看到下面那些花呢，就是啱啱過去咗嘅6月4日禮拜二，2024年6月4日嘅禮拜二，啱啱過咗嘅禮拜二，有四個以上不同喺多倫多嘅廣東話、國語、台灣、大陸嘅民主自由嘅組織一齊喺呢度做咗一個簡單而隆重嘅獻花嘅儀式，去悼念1989年35年前天安門大屠殺呢件事犧牲咗嘅學生同埋大人。我好感動，呢個係我嘅 motivation 去每個禮拜去嚟呢度，就算我病病地都去繼續唱歌，因為你話俾我聽，通過你通過我，你係可以發泄咗你嘅憤怒。咁我就諗緊喺香港嘅文化裏面有冇啲乜嘢人可以代表咗某一個階層嘅人嘅香港文化呢？
咁我諗到有啲好好嘅歌手啦，四大天王啦，亦有許冠傑啦，但係亦有一個人叫尹光。OK， now at this point， 有啲人如果你係年紀夠大嘅，你聽到尹光呢個名咧，你已經可能攬住個刀喺度哈哈哈喺度笑，因為你知道尹光呢個人係好過癮嘅。他有很多首即經典的廣東話粵語的名曲，亦有很多非常經典的金句。那我就諗緊將來會不會有其他的版本呢？但是不要緊，因為我上個禮拜我找到有一個版本是可以借用了尹光一個金句，而這個金句呢就叫做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你阿爸。咁我就融合咗呢一句金句落去袁榮光歸香港嘅廣東話嘅版本裏面。哇，對唔住，如果我唱得到嘅話，好，咁我就而家嘗試去，哎呀，唱呢個版本俾你聽。好，香港人，我而家送俾你听袁榮光香港，去袁榮光歸香港，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你阿爸，廣東話版本，現在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哒哒哒哒哒哒哒，何以這土地淚在流？何以令眾人亦憤恨？昂首拒密尋，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裏。何以這恐懼抹不走？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何解血在流，但萬盡聲響透，見自由光輝香港，在萬星墜落彷徨午夜迷霧裡，最遠處吹來號角聲，看自由來齊集這裡，來全力抗對，勇氣智慧也永不滅。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咗你阿爸。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稱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留，我願榮光歸香港。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咗你阿爸。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得得得得，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得得得得，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留，我願榮光歸香港。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留，我願榮光歸香港。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咗你阿爸。多謝你，真係唔好意思，咳到我差唔多自己都講唔到嘢，唱唔到嘢。但係因為你話俾我聽，只要有一個人話俾我聽，佢睇到我每個禮拜，就算幾辛苦都好，喺度唱願榮光歸香港。因為多倫多，我而家住緊呢個城市，係可以容許我唱大大聲聲地唱願榮光歸香港嘅話，我都會盡量
就算我自己幾忙都好，都會落到嚟呢度去唱《願榮光歸香港》俾你聽。飲一啖水先啊！不過咧，我唔知好唔好意思問你去做一樣嘢，我需要你支持我。因為平時我每一個禮拜由禮拜一至禮拜六都要做嘢去維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禮拜日晚上才能夠抽時間來到多倫多大學這裡做《願榮光歸香港》馬拉松一起唱這個節目。那我希望你如果可以的話，走去我這個網站 glorytohongkong.ca， 那裡有一個 link 去 PayPal。慘了，這傢伙又問你拿錢，是只是問你拿1元而已，因為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個 unique visitors 或者有多少個 unique users， 究竟實實際際上有多少個人是在看這個節目而是願意支持這個節目。我暫時只是想知道有多少個人是做這件事，而因此我只是希望你能夠做一個每一個月加拿幣加拿大錢加幣$1一蚊，每一個月給$1加幣我，讓我知道究竟這個節目的 audience 有沒有增長，究竟有多少 fans 是喜歡聽我每一個禮拜在這裡唱《願榮光歸香港》的普通的廣東話版本，或者這個《願榮光歸香港》的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你阿爸的廣東話改了的版本，或者有多少人喜歡聽 Glory to Hong Kong 英文的版本，還有有多少人喜歡聽我用這個平台去發表我自己的民主的自由的政治的論調，不論你同意或者不容不同意，因為加拿大多倫多這個城市容許我這樣做法。或者你好似我朋友咁話俾我聽，佢好憤怒，因為佢自己居住嘅城市習近平，佢竟然嚟連一首歌，一首咁簡單嘅歌叫做《願榮光歸香港》，佢都唔俾人哋去唱。習近平，你阿媽大減價，益咗你阿爸，有冇搞錯啊？通過我呢個節目去令到你可以發泄到你個憤怒嘅話，咁我好開心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那你當是一個心理的治療。OK， 我做了你的心理治療師，我大大聲聲地去唱《願榮光歸香港》，那令到你都開心一點。那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聽，你是實實在在地支持我，我每個月只是想要$1而已，$1，讓我知道究竟有多少個人是可以 sustain 到是支持這個節目。那我希望個最低的 minimum 的數目只有500個，500。如果有500個 fans 的呢，那我可以就繼續做了。那我的 target， 我的目標呢，我希望有每個月有1000個人是看這個節目的。那而一個哇 outrageous 到我自己都想不到的數目字，如果多過有2000個人是每個禮拜都是看這個節目，而是願意每一個月只是支持我$1 $1是這麼多呢，那我就可以去 plan 去計劃，可能有其他新的環節啊，或者我請其他的朋友仔來跟我一起做啊。那變了你如果是我的 core members， 那你就可以俾意見我，話俾我聽你想見到有啲乜嘢新嘅環節，咁我就淨係 serve 你，你就係我個 VIP 嘅 client base。對唔住，我又喺度咳啦。我就去睇下你想我做啲咩嘢，我就去安排呢啲節目俾你去睇啦。咁但係最主要都係鼓勵一啲由香港新來的新移民，如果你都是同樣是想在加拿大多倫多我這個城市
去做你自己的自由的民主的运动的活动的话，那这个节目我就每一个礼拜在这里鼓励你和 demonstrate 告诉你，其实做一个节目是非常非常之容易的。